它的特点呢，首先它的画面非常的精美以外，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真的能够在游戏里面飞，而且用飞来解任务。好，来解任务哦。你看，我叫做灭焰者蓝猫。好，然后他最近开的这个白色情人节，他最近开的这个白色情人节的那个活动呢，多了一个新的 Q 萌宠物，我待会一个一个介绍给你们看。好，看这个是游戏的画面，游戏的画面。我现在是在解任务的地方，解任务的地方。啊，你看，它可以随时飞起来，好，飞最多三次，然后你可以用这个飞来解任务，譬如说到对面那个空岛之类的。然后你下面会有这个条，你飞需要耗你的原力嘛，你需要耗你的这个精力，所以你飞的时间其实不能够太久哦。但是你下来后就可以恢复，你看，我就可以飞到一个正常的地方，你看，我就飞过来了，有没有？这游戏这边是最有趣的。这里有一个任务，这里有一个任务是你每天都一定要解，它叫做云霄特工队。云霄特工队，干，这游戏画质超好哎、欸！这游戏画质真的是超好，我现在还是调，你看我现在的画质哦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我现在的画质呢，还是调中而已。还可以再调更高，但是为了我们这个实况的顺度来讲的话，因为我游戏还要传到电脑上嘛，然后电脑还要传给你们，我怕你们会掉格，但你们在手游上面玩是完全没有这问题的哦。你看，它的画质极给力，非常非常的燥哦，非常非常燥。你可以看到我旁边有一个站着这个女武神，这女武神就是我的宠物，然后旁边这个。绿色小球球也是宠物，这绿色小球球是最近开的东西。然后经验，只要你每天没有办法打的话，没有关系，这经验呢可以用找回的方式找回，你也可以用普通找回，我都用普通找回了，找回35万经验。你没有时间打，也可以用找回的方式找。那基本上练等的话就是打这些东西。我现在47等其实算很低，大概两天就可以练到60级等，很认真玩的话，大概两天就可以练到60级等的。哦。大概两天都可以练到60级的。来，我这边把福利先打开一下，先拿个钻石，登录的礼包，以及这边来给你们看我的人物，我的人物长这样。这游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技能，我觉得这一定要介绍给你们看，这它的技能非常有趣。其实不介绍太多了，因为我介绍一些游戏里面的细项，你们可能，我觉得你们没有玩的话，可能不知道。那你们就直接来玩自己体验，它游戏的过程中，你只要升级有多一些能力的话，它都会直接告诉你该怎么样去解。那我的话呢，我就介绍一些其他实况组比较不会介绍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实况组在介绍这游戏的时候，一定是一个一个点开来看，跟你说啊，这个是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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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没有，我一定介绍最有趣的地方，我一定介绍最有趣的地方，我一定介绍这游戏跟人家最不一样的地方。刚刚那个飞行大家已经看过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一个游戏的接技更厉害。它游戏里面有双天赋，像我的这个角色的话，我可以用守护天赋跟这个恶魔天赋。那其他角色也不一样，我找一下其他角色的能力给你们看。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呢？你有没有看到它中间有箭头？画面上面可以看到吧？中间有箭头。等一下，我把聊天室拉开一点。有没有看到？画面上有看到吧？它中间有箭头，这箭头什么意思呢？譬如说，我放这个半月斩以后呢，我可以选择我要接连环斩，还是选择我要接这个近段牢笼，我可以再接回去，就有箭头它可以接过去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要想要放无限地狱的话呢，我就势必得先放过回旋斩或是虚空震荡，我必须要放过去。那你就会变成是，你今天假如需要一些打硬直，或是想要一些不想怕人家打硬直的话，你就可以打这种像虚空震荡，那你可能就是一二，然后接 C， 然后再接回去。哦，有打伤害的，也有打击飞的。你只要想要控场的话，你最后就一招就会接无限地狱之类的。这游戏比较特别点就是，它在打斗的过程中呢，你必须要去判断你现在要做一些高伤害输出，还是你要打一些控场的技能，或是你是要补血之类的。那我先登出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刚刚介绍完我的角色了吗？我已经登出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游戏呢，嘿。应该是这边切换角色。那我这个角色呢？啊，三角色。
我这个角色呢是我们的傀儡师，好，傀儡师。那我一个一个介绍，傀儡师刚刚看到了嘛，有守护天赋跟恶魔天赋，可以控场，可以补血，可以坦。好，然后给你们看战士的话，战士莫拉迪，好，这边可以换，你随时可以换发型。我绝不会退缩。我这还是中等的画质就已经这么给力了，更何况高等的画质。战士的话基本上就是他有控场。然后他有守护，他跟傀儡师差不多，但他伤害更高一点，他更吃一点控场，然后但他操作难度比较高一些。哦，他就是狂战天赋跟守护天赋，那他先开狂战后开守护，所以他前面是伤害会比较高。那魔导师的话就是比较偏向远程，他是拥有高攻击力跟补血的角色，他一开始开是元素天赋，然后后面开的话是元护天赋。他元素天赋就是他的攻击，啊，后面开28等，你开到双天赋的时候，他就有元护天赋，那他就可以选择补血，增加队友的伤害或是闪现等等的。那傀儡师我们刚刚介绍过，最后赏金猎人。赏金猎人的话呢，他比较配合，他也是配合是支援跟战斗，所以他在28级开的时候，他可以有补血跟减少对面防御力的一些能力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要配合的好。我自己玩傀儡师，我都觉得很难的啦。这游戏是比较难的那种游戏，画面好，然后又难，啊，比较难的那种游戏。那双天赋的话，通常会只点一边呢，啊，因为你可能会在游戏中里面会缺钱，这游戏的钱比较缺，而且钱你没有 VIP 的话是没有办法买太多钱的，哦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些我觉得这游戏特别好玩的，哦，特别好玩。然后顺便再跟你们预告一下，这游戏现在你玩的话，它基本上钻石送很多，我待会也会发一些钻石给聊天室的观众。你们假如想你们要玩的话，务必现在赶快下载，待会序号先输入的人才能够拿到，最大奖有1000钻石的，有大奖1000钻石的，哦，钻石。大家都知道是干嘛的吧，这我就不多说了。那我就直接介绍这个云霄特工队。那现在假如你登录游戏的话，有限时活动，有些活动呢是像是你现在只要登录20天，累计登录20天的话，连续登录20天的话，你就可以有那个一支65级的坐骑吧。哦，对，你登录60天以后，然后你登录60天以后，然后你只要打到65级的20天啊，20天你再录20天，然后打到65级的话，你就会有这个梦魇20天65级。好，很简单，基本上2天都25级了，但你要登录20天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梦魇。我先找一下回去的地方，先飞回去吧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解这个云霄特工队。好，云霄特工队呢就是顾名思义，你要在空中来解啦。旁边人都什么88等的，等级很好练哦，这游戏等级很好练。玩起来因为画面非常精美的关系，所以玩起来特别的有爽感，特别的有爽感。没有研究价值的东西，我是不会看的。好，我们这边来寻找队伍，自动匹配一下。好，自动匹配一下。小虎在干嘛？不要用我的线啦，小虎。我们这边钻石待会的话，我们在拍牌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发一些钻石给你们。好，这个你用过一般奖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用小奖跟大奖，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先抢先赢，先抢先赢，哦，先抢先赢。那我们小奖呢，我们一般奖里面呢就有这个金币100000。跟钻石100，钻石100，所以现在赶快来下来，这游戏就有这些奖励可以拿。来，这边五组序号丢给你们，五组序号丢给你们了。好，100钻石跟100000的序号是先抢先赢哦。用 iPad 玩蛮爽，我不知道 iPad 的效能会不会比那个好。
因为我在 iPhone 7，所以我玩起来的话画面是极省。我可以给你们看看画面最高长什么样子啊。画面最高的话是真的是非常漂亮。哎呦，你看，超级精美哎！它建模完全没有什么一格一格的感觉，超级精美。超漂亮，我感觉狮子好帅哦！看，哎，他这坐骑好帅啊！我的天啊！我这狮子你看，还有牙齿哎，里面还有牙齿哎！哇，这狮子怎么这么帅啊？大家的翅膀，大家的翅膀都好帅哦！我记得我可以换时装，我换牙齿装。顺便我要买时装，这游戏里面有时装，然后时装的话。你拿到以后呢，你不一定要穿，只要有的话就可以增加战力。哎呦，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啊！限时活动，时装转盘是不是？哦，这看起来很好，黑色神秘。圣龙宽恕，哦。好猛，还有染色剂耶！经验魂器是给你的，你的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没看到我的时装啊？啊，对，你只要有加入工会的话，你可以有工会商店，然后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哦。七天登录就可以拿到时装，哎，结婚也可以有时装，时装转盘啦。我抽时装碎片31个，我还不时装碎片一下使用，我要合成成什么嘞？时装合成器。梦，500，好像可以合这个白色圆舞曲时装合成器。可是我要去买到时装合成器吧？等一下，他信箱是在那个时装转盘，网路不顺畅，请稍后，等一下哦。提升你的时装，好想要时装哦，好想要时装哦，好想要时装哦！商店，凉夏之风，哎，500钻直接拿到凉夏之风，我还不开，漂亮，就是这种，我还不穿，穿戴，我可以升级它哎，好猛！因为我们刚刚在商店那边拿到的时装精华可以升级它，好猛！这游戏强化其实要分开强化，它要平均强化。哇，我没钱，这个金币很吃哦，很吃金币。获得时装，哇，要获得时装了，有没有？我就有这个凉夏之风，我们来看看凉夏之风。画面调近一点，这真的不会被 FBI 吗？是蛮好奇的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双灵就是这一次情人节开的活动哦，这一次情人节开的新的能力啊，我没关系，我要玩我的这个，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，云霄特工队 Go。可以拿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没有研究价值的东西，寻找队伍，自动匹配，等他一下吧。这是工商给的账号吗？对啊，这是工商之力，这有工商之力。哦，有了，我们云霄特工队可以开始了。
云霄特工队前往云霄特工队。看书看得好累。开始云霄特工队，去完成。我们要去瀑布高台采取金蛋，啊，瀑布高台采取金蛋，我来找一下瀑布高台在哪边哦。我这边的话，金蛋瀑布高台采取金蛋。高台这边吧，是吗？瀑布高台的，在那边呢。哦，云翔花，我要采五个云翔花，浮木。浮岛的树木下方，浮岛的树木下方那边吧。没看到。浮岛的树木下方，我们要采取八颗。哦，我体力不够，体力不够，飞过去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啊！体力不够。还把我传到正常的地方，哇，掉下来装炮。云翔花，云翔花在这边吧，这边吧，飞一下。对不对？前面那边吧。对吧？对吧？这里啊，这里。来了。采取一个目标达成，我们要在河边找到走失的沙皮犬。河边哦，河边沙皮犬应该是在要回去的地方。走，回去吧。嘟嘟嘟，那找一只就好，那找那个感觉他找到就好。我要没有气力啦，我刚刚没有存呐。啊！啊，掉下来了。河边的沙皮犬在这边吧。沙皮犬，这完成。下一个是青云草，没有任何树木的高台上，没有任何树木的高台上，没有任何树木的高台上是。在另外一边呢，超远。这里不算没有任何树木的高台吗？是吧？是这儿吧？这里吧，没有任何树木的高台。诶，这算有树木吗？嗯，没看到诶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货车青云啊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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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看到那边。但是飞起来真的是蛮爽，找到找到。这。好，嗨，卡住了，掉到货车上，啊，我掉到货车上了，卡住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还是，嘿，我踩八颗，嘿。为什么有人在火星啊？哎，好屌！他怎么在火星啊？火星是什么东西啊？沙小，他怎么在火星啊？兰博里在火星，修罗士也在火星，
火星是怎么回事？他在火星，火星是怎么回事啊？火星有 AP 吗？他这应该是看那 AP 的、啊，火星有 AP 吗？太浮夸了吧！怎么可能在火星上啊？太扯了吧！好扯哦！北部以外都是，北部以外都是火星。拿十个数值，我感觉都我在解啊！我队友在挂机耶，三格，然后嘞，哈哈，下杠台湾了、啊。漂亮！好 ，nice， 我们打解完这个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来打，我们已经解完这个了嘛？那我们接下来给你们看打怪长什么样子好了。打怪长什么样子？打怪的话，疯魔监狱是最近开的啦。哦，我先解这个每日打底。哪个高级进化吧？元宵两个字一共有多少笔画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十四画 ，nice。高级技能书是什么之颜色之子？红色，干红色。暮光世界的粉丝团中，小编的名字是什么？米莉亚，我知道是米莉亚，一看就知道是米莉亚，因为几个都超雷。这个哪个道具可以在恶魔莱西中获取啊？恶魔莱西，找一下恶魔莱西。福音书，好，福音书，来生。扑克牌中的梅花什么颜色？梅花是红色的吧？但梅花是黑色的吗？梅花是黑色的吗？啊，梅花是黑色的吗？饥饿游戏场景中的炸弹道具，炸死自己和附近的人。梅花是黑的，传说副本每个区域消耗24点啊，不消耗，这么佛心哦。38级，错了，好，那我们去打无尽之塔好了。好，我们去打无尽之塔，让你们看一下打斗起来长什么样子。他传送还有动画，超有趣。他说提到我跑比较快。我们看一下信箱，领取无尽之塔。现在第一名无尽之塔的人好像就是玩我这个傀儡师。玩家 iPhone 在决斗场中成为了全区第八。无尽之塔，开始挑战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的画面。来了，你看哦，仔细看我右下角的技能，
仔细看我右下角的技能哦，强敌来袭，来挑战。他技能是可以互接的，你看，我可以有没有看到两边互换？像我只要打高伤害的话，我就是用这招。哇，太高了，伤害太高了，屌虐！我大概打到第13层会倒吧，我最高能打到第12层而已。被我投挡住了，真的假的？欸、真的、欸。视讯移开。你们看哦，你们看右下角，右下角的技能是会根据你前面放的技能而有所改变。你们看到，它是可以接技的，像我这个接法是伤害最高的接法 ，A 一伤害最高的接法，它是一二一二一二一。我的接法极给力，前进两层，速度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有刚刚有多出两个技能，那个就是你被控场的时候可以按的东西，哦，你被控场的时候可以按的东西，还蛮有趣的。你被控场的时候，他会有跳两个东西，然后你反应够快的话，你可以马上按。哇哇哇哇，有点打不过嘞！哎，火焰之力，火焰之力。开大招，开大招，开大招！我快可以变身了，13层，我上次都没打到这么高层过。剩余时间不够，我打不过。啊！再给我5秒，再给我5秒，再帮我撑5秒就好了。给！13层真的好难哦，我打不过13层哎，每次打不过13层哎，我等级太低了。这游戏就是你等级很重要，这种游戏等级都很重要。怪好二等级很好练，主线过一过的等级就一直往上升了。我大概给大家看过这个打斗起来长什么样子啦，5秒高不完一套星宝，真的，啊，没关系，它其实东西都很好拿，好。说到这个，为了让你们在入坑的时候能够愉快，真的啦，让你们入坑的时候愉快，再给你们一些钻石。你们想要，我想一下，给你们什么好嘞？10万金币加100钻，还是30星魂石加50钻，还是1000钻？要哪一个？这些序号都可以输入啊、哦！无限钻，然后无限钻，30万钻加100金币，无限钻，没有这种东西啊！不要让我难为啦！不要让我难做人啦！1000钻是不是？好。给你们1000钻，我就只发5组哦，5组1000钻，自己领哦，5组1000钻 ，OK 吗？准备好了吗？
好，八，五组一千钻，赶快去领啊，赶快去领。这个先输入手快则有，手慢则无。这个其实还蛮贴心的，就是你看左下角不是有时间跟电池，还有你的经验吗？那这游戏其实在你游戏当中，你挂着不动的时候呢，它会变成节能模式。你看，它会让你比较不这么耗资源。哦，你挂着不动的时候很久，它就会把你帮变成节能模式哦，叫节能模式。所以其实这游戏，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很厉害了。它可以锁定你的萤幕，你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怕。别人不怕碰到了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在打一些副本之类的，像我现在去打副本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好，我们去打副本，我们去打个困难副本。那我困难副本挂自动的时候，我就怕我自己碰到嘛，我就想要让我手机放在，我就想让我手机放在包包里面，但是又不要待机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就按自动，那我就这时候我就可以按这个锁定萤幕，好，你看。他就自己打，然后我手机就可以放在包包里面，我也不怕他碰到什么之类的，也不怕不小心有什么东西动到。你看，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一边去买午餐，一边挂东西，也不用怕说这个啊放在口袋里面不小心按到，然后就取消了之类的。该做的都有做到啦，都很贴心啊。你看我打完他，我经验就已经升了2%。经验其实等前面等级真的很好练，真的很好练。前面等级真的很好练。嗯，好眼熟，但是没有很眼熟，没有很眼熟，没有很眼熟。好，变大只，变大只，撞撞撞撞撞！哇，直接变53%经验，好爽。然后包包是烧的，靠北不会啦。你会怕有这种问题，你就把画质调低啊，对不对？打电话给你的话，你就接啊；打电话给你的话，你还是会断啊。这不管怎么样都会断吧？打电话给你或者什么之类的，你一定会断啊。它只是让你不会碰到东西而已。打电话给你什么之类的，手机正常运作的功能还是会运作的，好不好？我序号不分开，大家想拿也拿不到。我序号有分开啊，我中间都有一个空白键啊，有看到我中间都有一个空白键吗？我序号五组都有分开，好啦，再发一些给你们，再发一些给你们，好，再发一些，我再发11组，再发11组，好，我看一下我怎么发你们会比较好拿。你们的都没有分开哦，你没看到空白键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没有看到空白键？是哦，我看到我这边看到有空白键哎，好吧，那我再发一次给你们，刚刚那五组嘛。那你们等我一下。好，这样子嘞，有吧？这样我分开了吧？这样我分开了吧，这五组，然后我再发11组有金币300,000跟100钻的，好、哦，你哪一个序号有拿过，另外一个序号都还是可以拿哦，但是1000钻的那个序号就是一人各拿，一人只能拿一次。这样有分开了吧？用这个也太小了，那我一个逗号嘞，我用逗号会比较好吗？好，我用逗号好了。鸡歪耶，拿序号还这么多毛，逗号很难打哎。这样子，这样好一些了吧？
这样 OK 了吧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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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看到我画面上面就有显示，写着我已经进入节能模式。这游戏最棒的地方就在这边，你也不用怕你电不够啊，你自动就变节能模式啊。你看我进这副本的时候，我才44%经验，现在已经64%了。爽玩啊！这种游戏就是玩爽度的，这种游戏都玩爽度的。台湾超级多人喜欢玩这种游戏，爽度游戏，超爽。你看，还有连火星人都来玩了，你们还不来玩？连火星人都在玩。我自己是在衣服啦，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要玩的话，应该要去新的伺服器。但要玩务必点我的连结去玩，好不好？点我的连结，我看到现在木霸的帮我刷了这个连结，华丽的手游。又能在天又能翱翔天际的手游《暮光世界》来玩准没错哦，用我连结去下载，用我连结去下载，安卓就点安卓连结 ，iOS 就点 iOS 的连结，相信我，先来玩就对了。好、哦，我拿到一件装备，这些装备你打到多的都没关系，都可以把它融都可以把它融掉。我的角色还有沉默哎，真的是很给力。我觉得我这角色真的不错。我的角色是，可是假如你想要玩的话，我觉得玩那个枪手，那个枪手比较猛，枪手很给力，这里很给力，这里很给力。摸爽跟我玩同个角色。木瓜世界靠北，木瓜世界，好，不打那个副本的话，打那个副本就先这样。那务必点我的连结去下载一下这游戏，好不好？务必点我的连结去下载一下这游戏，下载了啦，载了，去玩好不好？轻松自在，好，轻松自在的游戏。枪手除了长新月木以外，就是长新月木了。现在我看好多人，好像还是 Play 是比较强一点。我看 Play 是最多啊 ，Play 是最可爱。给你们看，我记得我的，给你们看我的战宠，金发蓝眼睛。没有金币了，再抽一次好了。可是我没有那个时装的那个商店，时装合成器购买。这样，我要合成我的时装的话，我要有白色圆舞曲，要红玫瑰、黄玫瑰50个，50个黄玫瑰，50×50多少？2500。啊、我想要其他的时装哎、欸，看一下有什么时装。这一稿好想要猛女巫哦，这个嘞也是限时活动，管理员，黑色神秘，这个商店买得到哎、欸。我怎么没有看到黑色神秘？好想要黑色神秘啊！贤者之石，贤者之石居然只要100钻，太爽了吧！没有啊，没有黑色神秘，好想要哦，好想要哦，黑色神秘，最青春。哦，这好烧哦！你看。哇，白内裤看到了，太骚了吧！翅膀有很多种，哇、哦，这好帅！凤凰，恶魔之翼，我觉得这个最帅，精灵之羽，啊，
要参加活动能拿到。这也蛮帅，登录第七天就可以拿到了钢铁之翼。这个嘞，限时活动，商店就买得到的烈焰之翼。梦。没钱了啦，它的画质真的是很好哎、欸！这游戏听说现在在电脑上面也可以玩，画质真的是很好。神宠有没有画面可以换？有没有？神宠有很多个，你看有这种，还有这个萌宠，好萌哦！米莉亚，哇，我想要米莉亚、哦。米莉亚是那个小编，也是有很帅的啦。困难第四章就可以拿到，其实都宠物都不会那么难拿，宠物很多啊。刚刚不就有白虎吗？刚刚不就有人有拿白虎？好像那是坐骑啊。家里有不？没有。换个米莉亚好了，米莉亚，米莉亚在哪边啊？没有米莉亚啊，米莉亚这边，恶魔之翼这边买得到，碎青春要怎么买？时装兑换券，所以现在只要过活动的话，就可以有办法拿到最青春哎、欸，好想要哦！圣灵赐福，祈福一次，圣灵守护碎片，60个。再抽一次，进化石，十连抽，干没有抽到，再十连抽，守护圣灵，啊，再十连抽，干怎么难抽啊？再抽，我不信，再抽。要60个男人喝，还差31个，可以的，我十连抽，什么连抽都没抽到，十连抽，一个，干好难抽，哦，我不信，一个，差31个了，还差29，可以，还差26，三，还差22。18 15 13，不，11，我不信，我单抽，再单抽。差8个，好想要哦！最强的神灵宠，告诉我们最强的灵宠不会说来就来，他不会说来就来，他不会说来就来。
刚刚之力没了，没关系，我要去处置了，各位，我要去处置。你们只要领我刚刚那个那些序号，就可以直接拿1000钻了。我要去处置了，太难过了。好了，刚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刚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这游戏叫做这个《暮光世界》哦，《暮光世界》画质非常好，又可以翱翔天际的游戏，还不错玩。我这几天都在玩这个。